Mirror 第四场红馆演唱会发生堕屏严重意外，影响 Feel To Be 重头戏《全民造星五》延期半年播出。经过两个月沉淀之后，十二子已经全面复工，正副队长 Love Mac 同埋 AK 喺星期三亦都起行飞到去加拿大为《全民造星五》简述。他们两个现身机场的时候，有半百镜粉闻风而至，经理宝姐亦都有到场送机。Luckman 和 AK 在办理登机柜位拍摄出发前花絮，他们两个在镜头前做出雀跃的表情，表达了久违多时终于可以再飞的兴奋了。